这个周末假日，全台湾各地方都要加强防台的准备。我讲了半天，你们都不听。好，不是台哥，你说，你台哥说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两三个抱着羊。有啊，我们要抱羊啊。你不要再拍了。可以，真的可以。我刚刚跟你讲说，你们三个人抱着我来拍，一个头，两个头，三个头，然后第四个头是你以为都听你的？我就感觉年轻人画面比较好看，我还被老头画得跟猪一样，真难看。是在健身吗？综艺很大。